我们今天再吃一个高级货啊，这个是这个烟熏的这个蛋菜啊，就是清口啊，然后这个是塔斯马尼亚本地的生产的，虽然是，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那个本土的那个 Woolworths 也有的卖啊，但至少塔斯马尼亚的 Woolworths 是有的卖的，原价9块，打折的话是7.2块，每100克843千焦。它这个蛋菜的尺寸还是挺大的啊，看上去也蛮不错的。试一下这个味道。烟熏蛋菜的话，国内经常可以买到那种铁盒装的，那都是很小的，它这个尺寸很大。啊，烦！它这个烟熏的味道非常重啊，啊，尺寸非常大。然后我先没吃它之前，我先描述啊，在国内经常买到的烟熏蛋菜是那种非常软绵的，一点都不脆的。那么试一下它这个，对，我忘了说，这个是柠檬口味的，它有4种口味啊。我买了柠檬的，我觉得可能会好吃，清爽一点。我感觉它比起国内经常能买到的那种呢，至少不是那种软绵的口感了，它仍然是有口感的，这点很好。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唇呢，就是背边上不有一圈黑边是那个唇嘛，它的那个唇呢就有点太老了，有点像橡皮筋儿吃的。我靠，但是整体上这个东西味道非常好啊。一点那种海鲜不新鲜的那种腥味都没有。而且我们在国内吃清口最怕什么？最怕这两件事，第一个它是有沙，对不对？它里边有沙，吃起来很那个口感不好。第二害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吃蛋菜的时候啊，它有的蛋菜就要生小蛋菜了嘛，然后它里边有很多那个小号的那个蛋菜，这个吃起来口感也不好。这个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整个这个口感非常好。包括它的柱啊，整体口感非常好，特别干净。其实我在国内是很讨厌吃这个蛋菜的，甚至比起生蚝，我对这个蛋菜完全没爱，因为它每次吃的话都吃到沙。但是这个完全没有问题，非常好。在塔州的小伙伴，可能澳洲本土也能买得到啊，我不太确定。推荐一下澳洲的蛋菜，真的不错。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"未知小白"，与我互动，拜拜。